晚上大猫懒，一个人的专属车厢，远方是101木栅捷运站，只有晚上大猫懒才有这种特殊的专属车厢，只有一个人哦，一个人哦，黑摸摸的，黑摸摸的人哦，哇，跟白天的感觉都不一样呢。搭一趟猫缆大概要20分钟左右。这边看，北海涛，底下是动物园，黑摸摸的，动物都睡觉了吧？不要吵醒他们哦。好吧，那等一下再来过喽。